清楚一个你可以坐的地方？有。好吧，你需要抱东西吗？不用。OK OK。啊，喂，嗯，已经开完时间了，我们有没有找到窗帘？没有。好，那就是赶快回家休息，其他的剩下我跟志清对，好，就是看那一个窗帘要怎么弄。好好好，谢谢哦，麻烦了。不会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就先撤开吧，先我去休息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你们的炉子要记得请小心。剪片要小心。会会会，一定会，谢啦谢啦。有机会在一起。行，拜拜。你要记得我什么名字？ Sorry。行啊，有赖有赖。讲的有一些事项一定要。土拨鼠，了解了解。土拨鼠，以后改名为命名为土拨鼠。一些回想是想找设置就可以找我。要去复原的，对。然后大家要有向心力一点，因为学生制片，大家就是一起出来做同一件事情，大家没不像业界剧组那么的有预算。那在很多时候，大家就是在那边聊天，但是就是放导演自己一个人跟我们点交，有这么多的垃圾，大家帮忙剪一下，时间会缩减很多，也会少花一点钱。对，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。但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在杀青之后，你们在撤场上面的态度蛮积极，我觉得是还蛮不错。可是要后面放导演一个人在那边捡垃圾，真的很不好。大家都累了，大家都累了。对，好，对，谢谢，赶快回去休息，拜拜。谢谢，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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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美术组剪刀，我们去外面，不要站车道。都放我脚下。